掌柜的，求您别赶我走。哎呦，可得了吧你！近日来态度不好，影响我生意不说，今儿倒好，连客人都敢给我打了。你呀，赶紧另寻别地儿，我这儿容不下你。掌柜的，美人卷珠帘，身作蹙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我就说应该我来教他。哎，他不会要去砸了我们店的招牌吧？不管了，行哥让去看看。哎呦，秀英，你回来了。娘，您别再弄鞋底了，休息会儿吧。娘呀，一个瞎老太婆子整天待在家里啊，没事干。倒是我闺女现在呀，长大了，娘呀，等给你展备嫁妆，到时候呀，给你修护好人家。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还想陪在娘身边照顾娘一辈子呢。傻闺女，哪有闺女陪娘一辈子的啊？该我出场了。对不起啊，秀云，今天的事是我们的失误，我们肯定会负责的。我现在就把你母亲的眼睛治好。这是看见豆，吃下去之后，你母亲的眼睛就能好了。大娘，来试试。我说了，我自己可以找郎中为我娘治病。是什么？秀云，娘听这姑娘说话的意思，也是一片好心，要不咱试试啊？娘。你别相信他们，我就是用了他们的法术之后，我现在看到钱就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。现在可好，我被掌柜的赶出了乐坊，这都是他们害的。娘，哎，没事，闺女，有娘呢，啊。真羡慕他。还有娘亲陪着，我们得想办法帮他重回乐坊，要不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要加班啊？我要回去休息，熬夜对皮肤不好。我有一招叫超级附体之术，你不是自称秀才吗？你去帮他把工作再争取回来，不就好了吗？绝不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一个大男人。附着在一个女子身上成何体统？你在干嘛呀？我都听到了，你在……哎呦，秀云，秀云，你怎么了啊？秀云，你怎么了？就当是为了小翠，拼了！罪过罪过！我说秀云，今儿啊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瞧瞧上次你把人打那个熊样，你要是不能把他拿下，我呀就让你重回乐坊。待会儿他若是抱你，那拥抱是孤独的外话，抱我表示他需要肩膀依靠。我理解。哎呀，这觉悟，上来了啊！二位客官，这是，在偷看。啊，继续继续。
你又来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马氏残局，第六章，这不就解了？妙啊！说吧，你还要玩啥？咱们抓紧时间。对联会吗？这还不简单。天增岁月，人增肥。春满乾坤，猪满门。天下英雄豪杰到此，俯首称臣。世间优质才女进来排忧解难。忆往昔，红米饭，南瓜汤，家人一个，孩童一帮。看今朝，白饭米。王八汤，顽童一个，贤妻一帮。这下连接的些许调皮了些，想不到天下之大，秀云，你才是我的知音啊。今日相交恨晚，顿感热血沸腾，这房间闷热无比，容小生随意一些。这房屋确实闷热，这窗子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。哎，接到群众举报，有人在这非法交易，现在人赃并获，来人带走。大人，我们只是在吟诗作对啊，大人。大人误会，大人，我们是冤枉的。本来我还有机会留下来打杂的，现在竟然直接被乐坊扫地出门了。你赔我工作，赔我名声。修云啊，娘，你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谁能想到我还能看见我家闺女？我闺女可长得真好看。来，让娘再看看。谢谢你，小七。谢谢你，萧天。没事，反正我早就习惯被忽略了。对了，秀媛，我们害你丢了工作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我也想通了，反正我也不想从事那份差事，正好借此机会换个适合我的。哎，你们店铺还招人吗？就你们两个人不够吧？确实。谢谢你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店铺人满为患了，特别感谢你的好意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啊，拜拜。哎，再考虑一下呗。师兄，不错嘛，生意办得有声有色。你放心，师兄，我伤已经好了，这两天就打算动手。我也想过了，我不想让师父失望，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师父让你待在这里。我没幻听吧，师兄？这是师父的命令。另外，师父还有一件事儿，让我交代给你。江湖走一遭，寻人间逍遥，不问花落知多少。看地阔天高，挥剑指今朝。山间逍遥，劝你莫要走。你一笑，我竟忘记出招。许是我在劫难逃。小师傅，等等我。日月照，天知晓，我只独立于襄阳。你却善意独嗔笑，我不禁思考。这一路都明了，风雨并肩同飘摇，愿为彼此借一口。天知晓，世间百难已尽消，踏过云海多飘渺，留半个欢笑。这一路多纷扰，问天地何为正道，与你相遇见分晓。恭
手指。